太好玩了，就是啊。哦，哦，哦，你怎么了，唐莹？难道你看不见吗？我们应该看见什么？这里，你们看不见吗？哦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我看你不会懂的，这么酷的东西，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。啊？这个我没意见。哼，你的不行，学校里的女生看到我的手机肯定要嫉妒爆了。你为什么需要它？你懂什么呀？他们俩明明什么都不懂。不懂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就是丁浩和宋天，这可是现在最时尚最流行的。流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居然连你也不懂。嘿，你们快看呐。哇哦，多时尚的女孩啊！她的智能手机多酷啊！小心啊，唐莹，那是你的潮流怪。你们看，我甚至有最酷的潮流怪。你说我最酷，应该得到一份礼物。拿去吧，唐莹，这是给你的。我们飞吧，唐莹，两个酷酷的姐妹一定会有很多话要说的。哦，天哪，我们失去了一个英雄。朋友们，你们去找他，我会通过能量场的扭曲来追踪潮流怪的位置，我们不能失去一个英雄。对，你觉得我的智能手机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的时髦？真不错，好酷啊！那就把它送给你了，姐妹。我现在是不是更时尚了？我们找不到他们，他们消失了。潮流怪只有在一个地方，不会扭曲岛上的能量场，那就是诞生潮流怪的地方了。我可不想去那里啊。我们必须去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这是一个可爱又安静的地方，没有人会到这里来打扰我们姐妹的聚会。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英雄之剑上了。我们在一起很好，欣赏彼此。快来赞美我吧，来称赞我吧，这就是你存在的意义。你会一直赞美我，直到这个小岛陷入黑暗。现在我问你，我很时髦吗？哇哦哇哦，多时髦的女孩啊！哇哦，真是太漂亮了。
快转过去，多时尚啊！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女孩。哦，再转过去，哇哇哇，好极了！这是一个真实相机，它可以拍出梦怪真实的样子，希望它能够帮助到你。哦，真是好极了，唐寅，你用它拍张照片吧。快来吧，拍照。摆个好看的姿势吧，就像我这样。是吗？这样更好吧。来吧，现在拍吧。笑笑，这个摄像头好像坏掉了。没关系的，快给真正的潮流怪拍张照片。啊！拍好了，你看吧。我在哪里？你不在上面，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很酷的东西，你根本就不存在。完了！在精灵岛屿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在精灵岛屿，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一起去长鼻下，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，而且有个讨厌的潮流怪。嗯，什么潮流怪？他只会炫耀而已。没错，那些潮流怪只知道吹嘘自夸，结果证明他自己却是不存在的。我们的长鼻象可是从来都不自夸的，人人都爱他。我好像有点不舒服，我马上回来。哦，他怎么了？不清楚。很棒。我们跑吧，汽车马上就要开了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。